8 a.m. You kissed me for the last time and left. I love you. Oh my god, 这个念起英文来的声音真的太有魅力。威利安发行首张英文创作专辑 I'm more sober when I'm drunk, 我最清醒，搭配全新概念以实验短片音乐音集方式呈现，可是让 Weber 吃了不少苦头。一对情侣然后怎么相遇，然后到后来分开，然后一些我的角色流连于夜生活的。流连于夜生活，是的，也不是流连，就是一个在夜生活里面的奇遇记这样。听起来好像蛮精彩的夜生活的部分。夜生活就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，因为昨天只有拍一部分的夜生活，今天又要继续夜生活。Yeah. 所以你为了这个有事前做什么练习吗？事前练习。对啊，演戏练习。经常流连于夜生活。这张专辑就叫 I'm more sober when I'm drunk 嘛，所以他写的就是。饮酒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，透过饮酒去疗伤。所以本人就是算是饮酒的部分。哦，肯定是会加入一些自己的经验这样。哦，酒量 OK。酒量还好，还可以。最夸张的那一次，真的就是吐完之后还是没有力气站起来清理。只好离他远一点，然后继续躺在地板上面。你说自己爬远一点，这样。奄奄一息，对对对对。OK， 好啊，那期待你等一下的表现喽。等一下不会吐了。哦，演戏的表现，演戏的表现。古装镜头。喂。哎，好了。没。好。快，我们要为了魔法去做。你还好吗？啊！你刚刚他就这样走了啊！他就这样走了。你这样在提醒我吗？哦，好不容易卡了。我想，你刚刚演得很哀切，就是那个整个氛围。哦，这就 take 开好了。很厉害啊！你那一句台词是什么？不要一直这样，他们会逼我去演戏。啊，你没有想要吗？对演戏没有热情。没有。光这两天应该就会让我把对演戏的热情给磨灭。你说全部用在这两天，这样。蛮有挑战性的，不像以前就是拍MV就来，然后当然说帅帅帅，然后来过去那边，然后是这样啊，对个嘴，这样就好啊。这次就完全不一样。那你这次真的就是突破性的演出，当然是比较在哪一部分？因为你之前只有吻戏啦，就是吻戏已经吓疯大家了。对啊，这次不想要再吓疯大家，所以这次有什么突破性的演出，我们也不用每次都要求突破性的演出吧？对啊，我这要吗？可以吧？哎，这个行业真的是要以一个没有醉的状态演出醉的状态。一开始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我还想说，哇，拍影像的时候，哎，就可以。很 chill 啊，来喝一杯这种的，结果没有，完全不敢喝，要完全保持在最佳的状态，什么咖啡啊、B 群啊、维他命 C 啊，统统都要准备好。同事来跟我讨论说，哦，怎么写这喝酒的要拍这么累，下次要拍要写一些什么？他说，那你写一些按摩的，我们下次就按摩。我说不是吧，我如果写按摩的，下一次我就要演那个负责去帮别人按摩的。不管是喝醉还是按摩，相信维利安都能好好驾驭，毕竟演技可是备受女主角伍子飞肯定。刚听到一个什么情报？没有说谁。有人说想要当歌手。哦，谁？是谁？是谁？他其实唱歌还蛮好听的。哦，你昨天他在我面前一直唱还是会。真的假的？来，现在来一段。然后他之前还有唱 Cheap Love。现在可以来一段吗？可以唱一段。还是会不知所措，从今以后没有我，你会不会很寂寞？很好听。
不累了吧？真的可以吧？音准是很好的。没有，有。你知道我其实前一阵子为了一部戏，然后我去录那个唱歌，很血淋淋啊！你听到自己的声音吗？对，我听到自己声音之后，我觉得很可怕。好，原唱给他一点信心啊，评分一下。OK 啦 ，OK 啦，不要用太好的麦克风就好。那今天很喜滋滋跟我说，你听过那个关于你的笑话吗？来，你说。然后我就问他说是关于动物还是关于导演？这个李安达叫他威利安。哎，都知道了，威利安本人都听过了。肯定要的。就很想要跟本人聊，就觉得终于见到本人了。那本人的反应是？我的反应。他很淡定，对，就习惯了。因为每个人遇到你，就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会跟你讲。很常听到这个，要不然就是听到海狮的叫。海狮是什么？海狮灰。你知道是什么动物？海狮。对，海狮最容易害怕。对。所以你没听过？你没听过这个？我没有听过这个。那你听过一只海狮会害怕，那三只海狮会干嘛？三只海狮会不知所措。海狮会。不知所措，你知道神韵大哥讲什么？不知所措。那这个笑话听过很多遍，但是第一次听威利安本人讲，所以还第一次看到威利安模仿沈玉。我跟他说我有幸入围金马奖嘛，那个如果可以的首歌，但是就很可惜没办法去。然后我看到 Jerry 斯他们还去跟李安合唱，那是金马的角度，我说我作诗。世界上是世纪最大的梗图制造机会，真的。我想你，可能还要打个电话。对，没关系。只能麻烦网友制图了。我只能说山水有相逢，李安导演。等。又对吗？又对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剪掉。没有。这次拍 MV 子飞应该也是抢先听到新歌吧？对，而且还是 live 版的哦。live 版的，他叫我。对，而且要收钱。有一段要那个，就是导演希望我弹，然后他就听得很开心。我就说你等一下，请交500块给我老师。有交吗？500块还欠着，对不对？还打算要收别人？我大概唱了10次。有点多。本人坐在旁边现场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原来就是行走的 CD 的。的心得的感想就是这种感觉。哦天啊，大家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哎，就是大家很想知道哎，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行走的 CD 吗？就是你的身体可能会比较圆，中间会有一个。我每次看到有人说行走的 CD， 我脑海想象都是我是这样，所以想要什么？想要听行走的 CD 唱歌。对啊，可以吗？要听什么歌？听什么歌？听是我们就是要体验子飞的感觉。哦，这首歌叫做 RIP。Save me from these aching memories. Hit me up so I can break free. Listen to you better without me. Love me up and leave me in pieces. Save me while I'm still breathing. Cut me up so I don't feel a thing. Only you can push me out the deep end. Love me up so now I can rest in pieces. In pieces.哇，你是真的很值得收钱呢！是，那个麻烦你，我刚刚，是我要收大家钱。我的最新英文专辑《I'm More Sober When I'm Drunk》是我的全新全创作，发自内心的。全新的一个尝试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张专辑，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。